以及海上的丝绸之路。当时呢，可以说通过这两条的丝绸之路，把我们中国的邢窑文化乃至我们中国的很多的文化输送到了国外去。这两条丝绸之路呢，可以说架起了我们中西交流的一个桥梁。装沙，嗯，最后是出窑，嗯，然后这个是啥？这个就是出窑，就是已经把它弄好了，然后就拿出来就可以了，嗯，就是完整的窑具了。艺术之高明。那么老百姓就是走第一遭的时候是强身健体，去病消灾；走第二遭的时候是延年益寿，长命百岁。好，往这边请。大家好，我是当代。今天我们好多人啊，好多那个我们县里做媒体的，一块儿跟着我们那个大巴车还有小亭一块儿逛一逛。小辉也来了啊，现在呢是在扁鹊庙，今天我们的行程呢挺多啊，十月一马上就要到了，大家在家里没什么事情的也可以来我们这儿逛一逛走一走，一共是八个景点啊，今天带你们很快速的看一下。忽必烈亲自下旨立了一块圣旨碑，碑文内容主要是记载了我国医药学的兴起以及扁鹊周游列国的故事。老百姓为什么称它为透明碑呢？是因为写碑文这个人名为刘秉忠，刘秉忠祖籍就是我们棋牌人，他是元代科学家